山奇、水秀、人善，无论是徒步攀登的惊险，还是漂流激荡的刺激，无论是清茶一杯的恬淡，还是摘果赏樱的悠闲，或是独具土家族韵味的人文图景，都要您走进它，品味它，感受它。欢迎大家来九皖溪赏峡谷风光，品人间风情，感受赏一路、玩一路、吃一路的乐趣。漂流小镇、思绵茶乡、湖北旅游名镇九皖溪镇，欢迎您